这个是一个越野脚踏车的一个下车赛，结合了这个城市的奥运。对对，实际上在台湾办这个比赛是非常难得，它也是全亚洲第二个国家正式的比赛。这里面有阶梯，有石板路，还有红砖路，是还有水池，哇，觉得很热血。赛事我没有去看，真的是非常后悔。更多精彩的内容，请锁定每周六下午6:30《单车奇遇》。